是的，这两个字呢，台语叫做哦，是的，国语叫做对不起，英文叫做 I'm sorry， 日文叫做啊すみません，哈，也过一种啊，上特别，嘛上实在，叫做 body language， 嘿吼，就是。回来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这就是上实在 ，I'm sorry body language。你哪个给我卡掉啊？我掉，你哪个？你不是讲我两个无水准？今嘛，我就跟你讲，什么叫做水准啊？我跟你讲，本身我唔来遐看风水，我搁遐闹英文呢，这叫做四句配。你是四句配，会晓未？你英文袂歹哦。